我们这次的任务，除了保住全家性命，可全都搭进去了。放心吧，你看好秦少白，别再露面。 给桂祥去个电话。嗯。哲，我听明白了，哲。 总班犒劳你们的，哎，谢谢总班，经理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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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临时出货单，好，上面有欧巡抚的大印。少爷，您放心吧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就等着这天呢。桂祥一早出去拜年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这里边啊就一个队长在吃酒摸牌，现在出去问题不大。啊，李总办，赶紧走吧。 好，我们走了。哎哎哎，我看看。行，给，中。 起义了，咱们革命了！驾！阿生啊，咱们再快一点，七点钟啊，准时赶到。哎，好嘞，您老坐好了，驾！ 政府已经摇摇欲坠，此刻不可命，更待何时？阿正，真伟说的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跟他干，干，咱就跟他干。兄弟们，我们团结！爹。 臭小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我不放心你。哎呀，傻丁哎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啊，赶快回去照顾好二少爷。爹，少爷那边安全，我要陪着您。哎呀，你赶快下去照顾二少爷。你呀，什么时候才能有长进呢？还不多跟着二少爷好好的历练。二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你。
快去车上搜一下！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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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是你小子，上次就让你跑了，还不知道悔改，把他给我拿下！！看戏，怎么样？这戏演的不错吧？对，啊，来来来，喝茶。你看，老爷，不可能！电话是120旅馆带打来的，说岳父等待已经中枪，弟兄们都冲出去了。知道了，没什么大紧的。大家接着听戏，我去处理一件小事，继续。闹事的只是一彪吗？是。喂。 二彪周同代吗？一彪闹事了，立刻把你们二彪的枪栓运回去。你带最亲信的一个营，去截住一彪那帮蠢货。听着，他们全都是无枪无弹，先把他们轰回营。若有不从，才开枪震慑。还有，只拿为首的几个人。 其他人只要肯回营，不要乱开枪，原则是大事化小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胡队副呢？胡队副去巡视各城门了，大人不是下令要紧闭城门吗？放屁！ 谁说要紧闭城门的？队副说，是我要紧闭城门的。是大人。胡队副跟我请假，说他传完令就回家过年了，我就同意了。马上带人去他家抓他，他跑了，抓他老婆孩子。 是大人，这小子想蒙我，他是谁的人？走，去总督府。是，队长，快点，停，快点，停。 怎么还没来？快看，弹药车来了！哎，好像是来了啊！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兄弟们，迎上去！走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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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停，快点，跟上！大姨娘，大姨娘！ 你别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你放开我吧。哎呦，淑云呐，你就别为难姨娘了。
你爹非要关你三天，我哪敢放啊？老爷已经平判于弹指间了，有什么不能放的？你敢来看我，老爷一定是出去了。大姨娘，我就这么过年呀、啊？我要找我丈夫，你放开我吧，求求你了。我，给我一只，给我一只，别急，别急，坐下，给我一只，好了。我们这也没子弹，我们也没有子弹，是没子弹。别动，让开！下面的，把下面的打开！快快快！下面打开，快点！空的，空的，都是空的呀！没子弹啊！对呀、啊，这边也没子弹，都是空的。没子弹呢？哎，对，李总办说的一万发子弹呢？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李总办让我拉过来的。李总办说什么了？子弹呢？刘同志呢？我不清楚，李总办让我尽快送过来，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啊。小心啊！你们不是每个人发了三发子弹吗？赶紧回去拿。是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是，那边也有人来了。哎，有人来了！是二哥的兄弟。可能是二哥的兄弟吧，肯定是给我们送子弹的。兄弟们，排好队，他们的军容不错，咱们要做出个样子，不能给他们丢脸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整理一下。哎，不对呀，好像是巡防营的。巡防营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不要慌，我去跟他们聊聊。是巡防营的弟兄们吧，我们是新军的弟兄啊。千万不能出乱子、啊！是是，我挑的全是心腹，一彪无枪无弹，出不了乱子的。嗯，大人，进。大人，西城守卫汇报，制造局刚刚给新军一彪送去一车武器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啊？不可能！这，喂，制造局是吗？我找李崇光，我，欧兆新。哎呀，叫他们别放了！是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要干一件大事！啊，大事，什么大事？大家也不用管，也不用担心，你们只要检查好子弹，不要出错。舅舅，你带领大家检查好子弹，好吗？好了，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检查好子弹。好，总办，附带大人电话。快去！是，崇光，没这回事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回事，枪支弹药是我运的，事情是我干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姓欧的，你骗我！你使奸计抓了秦少白，
你赶紧给我放了他，我再全革命党放过你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，我找李总办，李总办呢？喂，怎么样？找不到重光，制造局那边也乱套了。哎呀，这大人，大人，已经打起来了啊！这二彪的人到了吗？不是，值班房说是巡防营在开枪镇压新军一彪。巡防营？谁调巡防营了？他们怎么会进城来？不清楚。哎呀，坤臣呐，这怎么回事嘛？这怎么全乱套了？老大人别急，我想一想。啊，莫不是铁山回来了？或者他根本就没走？不好，要出大乱子，他是冲着我来的呀！我必须赶在铁山之前镇压哗变。武堂大人，请安然坐镇。本官这就带着亲兵，亲自去平息新军哗变。好，坤臣的，全都拜托了，一定要确保平安。是。啊。嗯，什么人？干嘛的？这位兄弟，我们是来找胡千总的，麻烦你通禀一声。5万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大人，有个叫李冲甲的找您，快请。是。收了。啊，冲甲兄找我何事啊？胡千总。各位别慌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在这边，少白。少白，老许，冲甲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少白，7点钟起义，我们快走。不是已经撤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来不及了，我们边走边说，快走。快走，快走，少白，快。快点，再快点。小姐，去什么制造局啊？别废话。出事了！这小童！小姐，你出事了，我不去了。哎呀，行，赶紧。小姐你。散的散，制造局不是送枪来了吗？没子弹，那也叫枪吗？什么他娘的起义，就是伸着脖子让人家动。那些当头的就会吹牛，现在人走哪儿去了？他娘的，脱了这身皮，老子再也不干这种傻事儿了。
大风大浪，你闯出来的，今天一定能成。你保佑我，淑云，来不及管你了，我先起义了。你爹肯定不会为难你的，可你爹，阿春，你一定要好好待在医院，哪都别去，一定要平安，咱们就要熬出头了。什么也拦不住我们两个回香港了，成功了，来了。 他们都来了，来了！成功了，来了！你先进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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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李总办带走。是是。哎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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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？大人，新军仪表已经停火，巡防营占据了北七街一带，不让我们过去。你没说巡防营要听我欧某的吗？说了，他们说铁大人已经回到广州，他们只听铁大人的。往制造局走。是，是。报告大人，制造局已经被巡防营接手，根本不让我们靠近，还凶得很。去找布堂大人。是。勾结革命党，挑唆兵变，叛逆谋反，十恶不赦。布堂大人，我们连夜联名上奏吧。嗯。铁大人雷霆霹雳手段，老朽实在是佩服得很呐。只是我们以谋反罪参他，上面会怎么想我们广东呢？啊？毕竟他心里边还是想平乱的，只是疏于防范，下手又软，实在是玩忽职守啊。他私自勾兑钱少白，当晚就发生兵变，那不是谋反是什么？他一枪未发镇压。他掌管的制造局给革命党送去了整整一车的军火，那不是谋反又是什么？难道非得等着他带革命党冲进这总督衙门不成？到时候就不用上面想着我们广东了。卑职明白，就算不是因为卑职有事赶回，大人也能齐招评判。哎，这话你就见外了。铁大人临行交割了手续，兵权交由欧巡抚来暂领。你们一个在运筹帷幄之中，一个决胜千里之外，我有什么急招正招啊？哎呀，能见招拆招就已经力所不逮了。大人是不肯联名上奏了，那铁某只好自己上奏，将这一日发生的事情向上头细细禀明，请大人也另行上奏吧，让上头来评判什么是叛逆谋反，什么是玩忽职守。腹蛇蛰首，壮士解腕，卑职这可全是在替大人分忧啊。哎呀，还是铁大人厉害呀。啊
老朽遵命。欧大人，布堂大人不在。不在？去哪儿了？大人，请您过会儿再来吧。大人，铁大人在里面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欧大人，老爷，欧大人，老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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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班了，你们换家医院吧。我们不是革命党，我们只是老百姓。求求您救救我们吧！求求您了！求求您了！给我们开门吧！求求您了！谢谢谢谢。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来休息。重甲，怎么会忽然这样？不是谈的挺好的吗？一言难尽，有些事我也想不太清楚。那重光在哪儿？请问哪位是家属？我。您是伤者的太太。哦，轻伤很严重，我们会尽力抢救的，但是不能保证他会活下来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在这里签个字吧。啊，拜托你了。谢谢。嗯，拜托了。淑云，你在这里照看秦先生，我先走了。我去制造局看一下重光。重甲，谢谢。几个闹革命给抓进来了，你是堂堂李总办，你犯了什么事啊？我跟你们一样。你瞎扯什么呀？全广州都快成你们家的了，你闹革命，那你不是革你老丈人的命吗？你不可能。就是怎么可能呢？这骗人，骗谁呢？净骗人的，是那你听着，人闹革命，好像是欧巡抚来了啊！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还真是欧巡抚。嘿，哎，你老丈人来了！哎，你怎么把你岳父也带进来了？欧巡抚，欧巡抚，哦。岳父大人，淑云怎么样？淑云她没事吧？岳父大人，怎么着，李总办？
是想让夫人也进来陪陪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少白，你不会死的，因为你答应过我，不会把我孤零零的扔在这个世界上。革命还没有成功呢，你不会就这么走了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，就是在暗中帮助你，配合你。就算我做的不够好，我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革命，可我以后懂了，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，少白。他说过他叫李重甲。是，是大人。他说他叫李重甲，胡先总才让他进来的。可是他一进来，二话没说就把胡先总给打死了。发通告，通缉李重甲。是，大人。大人可否听我说两句话？说。你先下去。下面那句，贪官虽倒，革命党实力仍在，我只有救走秦少白，才能够进入革命党核心，给大人继续做卧底，抓孙文和黄兴。若大人想一劳永逸，从此高枕无忧的话，也可以杀了重甲。为什么之前不说？最好的主意都是事到临头忽然冒出来的，不可能每件事都有计划。山金与李重甲歃血为盟，李重甲金与铁山歃血为盟，二人结为兄弟，二人结为兄弟，齐心协力，齐心协力，同镇大清盛世，同镇大清盛世。若有违背，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天诛地灭。淑云，你不能一急有事，你现在去只能给你爹添乱。你爹他应该没事的。少白，少白，淑云，
兄，清兵搜查的紧，刚才万幸舒云救了你，我便要给你立刻转院。昨晚的事情搞清楚了吗？镇伟兄受了伤，他说是李崇光骗了我们。怎么回事？当时一彪已经冲出了军营，等着军火车，可李崇光派人送来的全是空枪，没有一发子弹。然后铁山的巡防营就到了，所以李崇光先是欧巡抚的人，其次他还可能是铁山的人。不可能啊！秦先生，这里很不安全，清兵可能随时再来，您必须立刻离开。是啊，少白，我们走吧。一定有重大的误会，我要见郑伟，我要见崇光，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。少白兄，我们还是先转院吧，大家先别急于下结论，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就是倒了，关起来了呗。啊！哎呀，哎，妹妹，妹妹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们重甲呢？想开点啊！说呀！我说还没有，我到处找都找不着大少爷。那老丁呢？那老东西死哪儿去了？现在连小丁都见不着影，整个制造局全是兵，主任们还挨个查着呢。啊！哎呦，了不得了不得！我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我说这个欧树云不能进咱们家门，你们都说进进进，去进门了啊！死的死，散的散，逃的逃！哎呦，我真想扇他这个！二少奶奶，我不是在说你呢，我是说夏荷呢。娘，舅舅，崇光呢？他们说，崇光给乱党偷运军火，抓进死牢里了。舒云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吧？不会，你也参与了？是真的，我也参与了。是吧？阿纯说你肯定会回来。念慈姐说，只要有你在，就一定会有办法。